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节目。慈禧她作为晚清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，掌控着清朝实际的权力，曾两度卷帘听政，作为清朝权力的幕后推手，很多事情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愿来，并不顾及大局。比如慈禧的六十大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并且还是在紧急关头。关于慈禧的评价也有褒有贬，骂声可能比较多，毕竟是慈禧导致清朝的直接灭亡。今天要给大家说的一个小故事，当然也是和慈禧有关。马桶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物品，而慈禧呢，对于马桶也是情有独钟，非常的挑剔。在慈禧那个年代，马桶并不常见，一般在南方比较发达的小城市可以见到，比如说上海、苏州等这样的城市。慈禧的马桶做工精细考究，马桶的主要材料采用非常昂贵的檀木制成，坐垫也是采用非常舒适的材料，并且用海绵包住马桶的上口，在马桶底部还会放置香料，是干松、香木的碎末，这么做可以散发臭味。最底层还会放入吸水性比较好的细沙，慈禧称它为如意桶。慈禧每次使用完都会命小太监打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，每次用完之后要换上新的干松香木，保证慈禧在使用的时候心情愉悦。如今慈禧的马桶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馆中，历朝历代的宫廷皇帝都是比较奢侈的，慈禧也不例外。为了自己的生活舒适，全然不顾民间疾苦疗生，自然也会受到民间的骂声一片。水则载舟，亦可覆舟，便是这个道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